美菲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，更不能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，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另外呢，我还想提醒一下，有关方面，最近呢，美国的军方老是在拿所谓的南海军事化问题说事儿，我不知道他们能否解释一下，像美菲这种不断推进和强化在南海地区军事部署的行为，算不算是军事化呢？ Does the Chinese Coast Service infringe